参加人文真善美拍摄照片，刚开始拍很少，是因为不熟，找不到主题。后来的话就拍很多很多，一直出班，一直上课，反复的练习了以后，终于发现什么是一张有故事性的相片。每一张照片它背后都有一个故事，所以就会很用心去拍摄它，去抓它的神情。加入慈济这么多年以来，刚开始只是想说拜金啊，求心灵的寄托，但是在慈济这几年越来越感动，善要我们去利益众生，要我们去见苦知福，学会了付出无所求，还要说感恩。2012年承担社区的三合一窗口，要派班，要出勤，还有人员的调配、人员的训练，给我蛮有一些压力在。在这个过程，我一直在回想上来的慈事，我们就是要做人家需要的，按得起被这两束腰，所以我们最后还是会自己去承担下来。在人文真善美，让我们看得很广，体会得更多。出班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师兄师姐他们付出那么多，所以我们会回想说自己做的不够多，然后提醒自己要精进